呦，感觉宝塔的话，这吸血鬼怎么玩呀？哇，这个有点逼上梁山的感觉，就是所有的宝石打泰坦还挺好打的。对，而且宝石真的这个阵容有千绝大，千绝大完了之后宝石大，怎么切、啊？要看两边大招的这个时机了，现在讲究一个错峰出行。根据换了这波血得往后撤了。哎，两个人感觉能反包。哎，这个位置还是没看到，两个人擦边而过了。千绝其实蹲在这个草里 ，scout 可能会上当、这个。自己，哎呦，千绝突然出现，而且可也来了。可在。哎呦，这波可的明星 buff， 完了 ，scout 应该是交代了。主要标记给了不一定是在那个视野被天真卡到了才是比较关键的，想过来拉，但是要进塔了，触发余震之后也打不动 MG， 打了个闪，还可以，哎，自己，哎，等会儿从这边走吗？啊，等于现在朱赛等质变要六级之后了呀，哎，过来，宝石又一波机会，这波千绝是没闪的，哎，来自宝石的一波杠杆，烫死了，啊，最后人头给到宝石。哦，天真刷完 F 六也爆六了，有没有机会？有机会刷 MG， 等一波 MG， 身挡一下，但触发余震了，两个人伤害会不会不够啊？哦，好像还是够了。这波没有办法置换资源，想过来打吗？但文只有一双 CD 鞋啊，过来先凶火龙一套，可也来了，直接闪现地，再给一个 Q， 知道好没闪，那这波笃定了，就是要杀宝石，但是人家先锋已经打完了，这波对于 LNG 来说还是赚啊。他们还在追，天真位置很危险，不交闪吗？一直不交大招，先逼你个阳离生息。那现在这个位置有炸疗大落下来，还是被秒掉，而且断户的嘲讽也没给到，这两个人很危险。吸血鬼跟炸疗能走得掉吗？偷来的炸疗大配合上点燃，吸血鬼被萨拉斯拿了个双杀。那 Scout 应该是跟着天真往野区走的，上来触发余震，他在没有大，两个人伤害好像也够了。哇，这就是天真旁边的千绝没大，他救不了，自己可能也很危险啊。想换，能 A 出最后那一下吗？千绝大呀，下路要直接包卡杀了，应该宝石交大招，进化也不交了。那必死了。看到千绝在上的时候 ，LNG 下路也没有选择去压肚子，就是现在下半区本来应该优势很大的，上路先挂无双挑战，逼回血阵，有闪现。但进塔了，有三个破山 A 不到，而且可又来了，一个恐怖的身影出现在上路，还有千绝紧随其后，没有劳伦特心眼刀了，直接定上来，伤害拉满了，看一下能不能换可，差一下，可有金身，哇，有点窒息。下路想对拆一下塔上 Scout 去对线吸血鬼，朱妹来了，偷了个吸血鬼大招，塔坦可以先扛下塔。找一个血池，往后走。波幸运兔子再多一口二弹墙弩拉到，有了征服者点满。对，哎，想抓剑姬，这波没有塔的，但剑姬有闪，能不能反打千绝一个大？有点难。劳伦特心脸刀也空了，靠着 HY 可能得拖一下。哎，这么想蹲，但是是王冕的，王冕好像伤害不太够，而且宝石反开一个大。宝石有大。开始反扑了，天真有大，两个人互相用无敌的大招疯狂夺时间，加疗再下来一个大 ，Scout 好像没机会放这个甲板的大，直接被打断。强弩用一个闪现躲掉 ，MG 好像走不掉了，自己再念最后的一个杜朗护盾，而且正面 LP 疯狂追着人再冲忙，差一下，哇，有超额的伤害，所以导致他们可以接下团战，但现在团战没有那么好接了。刚刚偷了一个泰坦大，能反秒小月姬吗？哎呦，差一点点血，自己身上五个力量不敢再操作了，在等技能，唐女再吸一口。肯定对于卡莎来说是好事，但也不怎么止渴。对，想追，跟着天真过来，很灵活，交叉闪现，但朱妹大招精准命中。再开动这条小龙，哎，被逮住了，骗了宝石一个大 ，TP 落下来。那 MG 在人群当中放了个杜朗护盾，嘲讽三个人。这波文的伤害还可以 ，Scout 从侧边进来，文点在最前面有点扛不住了。加疗一个大想跑，击飞到两个人，但是自己进去怎么出来啊？出了个闪现，天真也想跑他，这个大招放的有点一般，想跟他再换，但是他的又是一口噬金秃子回了上来。哇，卡莉萨拿到 double kill， 这突如其来的一波节奏应该是没了，这个大龙。
IGY 想趁对方人员不齐的情况下先打一波团，哎，又想找机会，贝斯还是找到一打二，四星兔子嘬一口，能 A 死吗 ？A 死叫一个金身，等技能，但这个血量应该还是会被处理掉。回头再嘬一口，哎，偷了一个大招，再打一个护盾，哦，对方中路的推进，泰坦想开，直接开宝石。而且同时击飞起对方后排两个人，多少护盾嘲讽给到，但凯撒完全不虚，回头偷来的加里奥大招直接保护了自己的后排，所以朱妹大甩甩到了文，吸着拔毛，凯撒再次收获一个三杀。开了一座门牙，走了走了，哎，反身一勾，泰坦好像自己要交代了，哇，这个伤害，天真大招也没保住，自己还吃了一个深海冲击，可能要提速了，加里奥再一个大招下来。千珏已经倒了，布朗护盾超不挡三个人，但是宝石大招又倒了下来，没有任何的反制手段。小月姬刚出来，发现对方的人将近满血，朱妹大招又好了，一波又一波的进攻，剑姬，哇，成就了剑姬的三杀，这回要一波了呀，那应该是本来是想上快了，但是兄弟们一个一个上，给了机会，嗯，应该是一波了，还想再杀小月姬，小月姬没什么操作空间，也没大，只能在泉水里待着。哦，那应该是一波了，恭喜 LNG， 我们恭喜 LNG。